促于3月20号下午在台东市中山路伊塔园旅台东县原住民文化会馆举行“与海同乐，天堂岛屿，前进绿岛”的11道路口新书发表会。我们希望这本书不是像一般之前很多公部门所出的像这样子的一个工具书的这样子的概念，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可读性的，然后呢有可以辅助很多的照片跟影片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料，然后让任何的一个拿这本书，就算不是没有机会到海里面，单单靠这个书的本身的文字跟这些画面，就有办法去潜入到这个海底的这个世界，去享受这个绿岛天堂岛屿这样子的种种。我们的潜水能够让很多人一来再来，一年能够来好几次，可能是12次，每个月都来也有所以我们绿岛在潜水的部分做得非常的好，那我们也感谢我们东莞处非常重视也出了这一本书，也都是我们绿岛的教练来促成，那我们也预计这个书一定能够热卖。与海同乐，天堂岛屿，前进绿岛的11道路口一书，汇整了东莞处自105年到111年绿岛热门潜点海域调查成果，既有11处绿岛推荐潜点与潜点生物介绍，其中更收录了51部绿岛海洋生物难得一见的生态影片。新书发表同时，也邀请作者群陈正前老师、古远多教练、余明宏教练进行精华影像与新书特色介绍。另外，书中海洋散文作家立光也特别撰文，感谢东莞处与作者群。民众可前往国家书店及武南书局订购本书，东莞处也特别与联合报合作办理征文活动，刊登顺序前10名者可获得与海同乐天堂岛屿前进绿岛的11道路口一本。与海同乐，天堂岛屿。台东所在综合报道。